梦到压岁钱是什么意思？出行的人梦见发压岁钱，若遇到大风就要停止出行，另外择日再出发。怀孕的人梦见发压岁钱，可能表示你会生一个女宝宝，若是冬天生产，则会生一个男宝宝。恋爱中的人梦见发压岁钱，可能表示你和自己的另一半需要有一段磨合期，才能有稳固的感情。做生意的人梦见发压岁钱，可能表示创业之初很顺利，中途有阻碍，但只要坚持到底，就可以获得财力。